刚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比较有新鲜感吧，然后慢慢的就觉得特别累，练不动，就会怀疑自己，放弃过两次吧。放弃完回来之后呢，就还是自己内心比较渴望这份的冠军。我是中国举重队运动员刘焕华，杭州亚运会我准备好了。